星辰大海，离我们有多远？报告，卫星姿态异常。当险情降临于无形，那写满笃定的代码，那燃烧着执着的双眼，纵使面对深渊，也要让希望的电波化作绝境逢生的生命线。报告，卫星姿态已恢复。挑战一切未知的初心从未改变，就像那颗飞了50年的星，从未停歇。当时代的旋律传遍天南海北，远行的游子已经返回大地，当国家的频率静止在36000公里，民族的夙愿已经实现在九重天地，当头顶的繁星越来越多，探索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远，我走进戈壁，扎根雪原，踏上海岛，挺进无人区，看不到腾飞而起的辉煌，只为在神州大地张开测控天网，牢牢牵引每一颗中国星。追星揽月，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，暮星苍穹，我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。我是中国暮星人，星辰大海，近在眼前。